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强子啊。今天我们来给这个兔子啊建了一个这个兔舍。阿娇不是带了两只兔子来吗？我就把它放在这里，就丢在里面就可以了啊。但是没有门，我得量一下这个啊，弄一个门来，把这里盖住先。50可以啊。我去那里找。啊？找了叫我烧水了。什么？那个已经挂了。两个兔子吗？挂了吗？挂了。挂了那还两个屁啊！烧水。就我去拿着，我这个。刚好两个大厨都在这里，这种。对吧？做什么味道的都可以啊。是。烧水了哦。他早就预谋好了，他昨天晚上都在想这两只兔子到底怎么吃。这块可以了。这么高可以了，掉不出来的。先把这洞封起来吧。但到时候跑过去了，可以了。哦，来到了，你看得到吗？出来了。还拔的，粘完了。哎呦，跟上没啊？咩？你把它锁了嘛？嗯。还得去哪里找点砖回来，还要砌一下这些窝给它的，肚子一定要有窝，砌一点，然后到时候它在里面。傻呀，怎么的都可以啊。是这个吧？还是这个？都是啊，因为都可以给他吃。哪个都可以是吧？对啊。哎，还太多东西来了，那先喂完你这里先，到时候我再去找一点那个。那什么，那个玉米叶，快两个给他吃就好了呀。哎呦妈，都干了，玉米叶都干了。玉米叶它也会吃。这个桑树的，吃了。哦，好像这个。对呀、啊。这个不就是我采的那个吗？好像不是，不一样。够了吧？够了。你不要跟他练那么多，等一下练那么多也是没用的。明天我去找点砖的来。没有弄砖，给他打窝。哎，在这里围起来，然后里面烤，然后就盖住。盖住，然后它就会钻进去，在里面产崽。你要给它建个别墅，意思是？对啊，要搭个窝的。以前我先给我建个别墅住一下嘛。以前我们我都没这么享受，还给它盖个别墅，就拿那个草给它垫起来，它就这里睡觉就可以了。我就肚子一定要有那个窝，然后让它钻里面，然后盖住这个洞进去，钻进去，它就在里面产崽的。你光这样子的话，它生不出来。嗯，然后我们现在啊煮菜啊，搞简单一点就行了啊，随便煮一点鱼啊，煮一点虾，什么海里游的、天上飞的、土里钻的，是吧？什么都有啊，都来一点就行了啊。这个我们呢，这个阿娇也是啊，今天刚到，是不是？要整一点这个。好菜要备好厨啊，刚好那个大厨回来了，就让他露一手啊。有点盐，简单的腌一下。别耍得那么不专业的样子。对啊。关了，又说，现在不是
生腐熟了吗？好了。啊，准备准备，都生腐熟了吧？哎呦，我腐熟炒菜炒这个样子丢人了哦。呜，骗人呜。没有，你吃螃蟹。多撒点辣椒。还有生命的源泉。盖上锅盖，两分钟就好了。喂，搞定。哎，这样子，这样，这样，保护了。哎呀，跟老鼠一样。故意的是。嗯，还香啊。是吧？去哪里买的这么大的虾？在菜市买的。这里肯定得有。全是肉，你看，今天伙食这么好。喜欢吃青菜呀、啊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叫什么喽？还在这里，就在这里了，还叫什么？大宝呢？大宝下来了，下来。啊。欢迎欢迎。哦，拿啥来？吃饭了啊！那个，我们就先吃饭了。啊，谢谢我们的，欢迎我们的小娇娇啊！你喝汤吗？菜都不一样哇！啊，炒青菜而已嘛，这就炒那个青菜而已。行了啊，那咱们就先吃饭了。这个欢迎我们的这个小娇娇进村了啊！快来吃饭。嗯。嗯。然后咱们牛奶，然后咱们牛奶。没牛奶是吧？